们高声来宣告。我站在山顶上，大声呼喊宣告，你良善无止境，永远不会停息，你慈爱随着我，充满我的生命，你爱让我惊奇。 See and I see， 因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为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好。最美好的心意，
欢迎你。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带着天国降临，中的你爱更深，敬拜你耶稣，我们永远不分，宣告这是何等奇妙的你，这是何等奇妙的你，我望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你，是无相比，只是何等奇妙的你，耶稣的神，耶稣你无人比拟，你无所比，现在高举耶稣，你无人相比，耶稣掌权，你掌权到永远，我都属于你，没人胜过你，我要属于你。谢谢你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仰望我们的主。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接受你儿女们在这复活主日对你所献上的敬拜，愿你喜悦，愿你悦纳。所以说也特别恳求你差遣宝贵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多认识你，也就知道怎么样来爱你跟侍奉你。祝福我们下面听信息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未来两个月我们教会主日的讲台信息，我们要进入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要一起来查考出埃及记。我相信这卷书，上帝会透过这卷书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出埃及记到底在讲什么？他要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今天我们第一讲要来查考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六章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圣经，就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二节，讲到上帝怎么样来呼召摩西。我们知道摩西从上帝所领受的呼召是什么，我们大概就会知道整卷出埃及记到底在讲什么。我来看第一段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假如你对照的去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的作者把摩西一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40年，他居住在埃及的王宫当中，他学习到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的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后来因为他血气方刚，他
替天行道，就杀死了一个欺负以色列人的一个埃及人。他杀了他以后，怎么害怕被抓，因此他就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去。他就进入他的第二个40年，在米甸旷野里面牧羊。然后上帝就借着他这样的一个工作侍奉，来熬炼他，训练他的品格跟心智。当摩西满了8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入他的生命里面第三个阶段。他来到了旷野继续牧羊，他到了上帝的山，也叫做何烈山。在那边他突然看到有一堆荆棘被火烧燃烧，可是竟然没有烧坏，他非常好奇，就跑过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回事。就没有想到耶和华上帝竟然从荆棘火烧荆棘没有被烧坏的荆棘当中对他说话，呼召摩西全时间出来服侍他，不要再牧养羊群了，并且把摩西第三个阶段第三个40年要做的工作就告诉了摩西。火烧荆棘没有烧坏，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象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荆棘，荆棘代表什么？荆棘代表以色列百姓，是一群堕落犯罪的百姓。荆棘什么都不会，荆棘会做一件事情叫做什么？会刺人，会伤害人。罪人没有什么能干的了，罪人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会伤害人，会伤害人。这是荆棘第一个，以色列百姓是会伤害人的一群人。第二个元素叫做火，火代表什么？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就是压埃及人加给他们的瑕疵跟痛苦，给他们的逼迫。就有好几处圣经讲到埃及像一个火炉一样，以色列人受到埃及人种种的逼迫，像火炉一样来烧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感受到很大的痛苦。所以火是代表埃及人加给以色列人的迫害。那第三个元素是什么？荆棘虽然被火烧，但是却没有坏掉，没有毁坏。虽然被烧，可是没有坏掉。为什么？这是象征什么？这是讲到上帝怎么样施怜悯、施慈爱、施能力，保守了整个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被埃及人逼迫，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埃及人毁灭。所以，上帝透过荆棘。火烧的荆棘焚而不毁的这样的意象，就告诉了摩西他一生要做什么，他后面的一生第三个40年要做什么。上帝对摩西的呼召是什么？就是要他去把百姓从火炉里面拯救出来，要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且要他去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敬拜侍奉上帝的国度。我们看第一段圣经3:12，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3:12，预备，请。上帝说与你同在，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在这个火烧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里面，这个意象里面有两个任务，上帝很清楚交给摩西的。一个意象，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什么？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火炉当中抢出来，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什么？他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何烈山来敬拜侍奉他。在希伯来文里面，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侍奉敬拜就是做上帝的仆人，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叫做真正的敬拜，这是真正的侍奉。出埃及记记载摩西每次去对法老王讲话的时候，在十灾实行十灾的十个灾害神迹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一直反复的出现，那个就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叫做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重要的事情讲三遍。这是出埃及记的主要的主题。容我的百姓去，第一个拯救以色列百姓来侍奉我，教导以色列百姓来敬拜侍奉上帝，是第二个主题。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就是这两个中心思想，
前面一半从第一章到第十九章在讲救赎，在讲上帝透过摩西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那第二个后半段从二十章到四十章在讲第二个主题，就到了何烈山，摩西就颁布了律法，教导他们来敬拜侍奉上帝，设立了会幕，跟神相遇，教导以色列百姓来敬拜侍奉他。所以整卷的出埃及记可以分成两半，前半段讲上帝的拯救，后半段讲敬拜跟侍奉。请问上帝给摩西这个一个意象两个任务，容易不容易达成？回答我，不容易。为什么要摩西把荆棘从火里面拔出来？他要遇到两个危险，第一个要被火烧，所以显然法老不买他的账，对不对？对他蛮刚硬，甚至可能给摩西威胁，有生命的威胁。这是第一个，他可能会被火烧到，被火烧到，这第一个危险。那第二个危险是什么？他把荆棘从火拔出来的时候，一定会被荆棘怎么样刺伤，而且这以色列百姓比法老还难搞，法老离开他就是了嘛，对。以色列百姓呢，一辈子连着他，所以摩西他的第三段一生，人生第三段四十年，他受尽的苦头是从以色列百姓给他的。请问做老师容易还是做爸爸妈妈容易？回答我，都不容易，好像你们都做过一样。当然做爸妈难嘛，老师下班了就下班了，走就走了。可是爸爸妈妈是一辈子的嘞，你结婚生孩子又还缠着你哎，就像我现在一样，阿公啊，了解吗？不容易啊，这些是荆棘啊，离不开又会伤你，家人就是分不开的，非常的困难。但是摩西去做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他完成了，他完成了，他的确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抢救出来，他也的确把以色列百姓聚到何烈山，颁十诫，设立会幕，教导他们敬拜，他做到了。那请问，摩西是怎么做到的？通常上帝给人呼召，给人意象，给人任务，是每一个人都会完成上帝给他的意象、使命跟呼召。回答我，是不是？有人是不是？再讲一遍了，上帝 给你意象，给你呼召，你一定会完成吗？啊，不一定，都是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再清楚的意象，再清楚的呼召，不管是个人或团队，我发现都不一定会完成。那完成上帝给我们使命呼召的关键是什么？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摩西怎么能够完成这不可能的使命跟任务？关键在哪里？我们看第二段圣经，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来看一节圣经，三章第五节就好。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五节，预备，请。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他讲了一件事情，说摩西有一个属灵的特质，叫做什么？叫做忠心。忠心，他忠心到底，所以他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使命跟托付。所以保罗在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讲类似的话，人应当以我为基督的执事，以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忠心。所以不管是旧约的使徒，旧约的神的仆人，或新约的使徒，都一样，神托付给他们，他们能够完成使命、意向跟任务，最重要是要忠心。我记得我在大学生的时候，四五十年前，我问我的辅导牧师弗里德牧师，我问他说：“请问你做学生工作，你觉得要做成功，要完成神给你使命托付，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他跟我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特质，就是要忠心，忠心，忠心。”我想他大概想到那时候很多台湾的人都跑到美国去了，包括传道人也跑出去了，所以他的想法是说一定要有人忠心在这里
服事，他那时候呐喊说：“华人啊，台湾人啊，你们在哪里？我这外国人在这边可以做一辈子吗？”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忠心。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也的确是这样子，不管是摩西，不管是保罗，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意向、使命、托付，最重要的是在上帝的家中全然尽忠。但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忠心？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忠心。当你想到忠心的时候，你脑袋出现的是什么？中国儒家讲忠心，他怎么回答？他怎么说？尽己之谓忠，就是尽心竭力，殷勤到底，做到底，这叫做忠心。但是假如你用儒家的思想来看圣经，你要用儒家的思想来看我们要完成上帝的使命跟任务的时候，你发现弄不通了。我看了很多人，他们尽心竭力，他们也领受了神清楚的意向跟呼召，他们也尽心竭力，可是他们并没有完成上帝给他们的使命、意向跟任务。你说为什么？为什么？真的，我发现很多人，他们真的有很清楚的使命、意向、任务，但是他们也很忠心的、很尽心竭力，按照儒家思想尽心竭力去做，可是他忙死了、累死了、也气死了，所以有些小组长要辞职。我看过，有些人在家里有负担，做建立基督化家庭就建立不了，家里都垮掉。我看到有些人说在职场做职场宣教师也没有坚持到底。Why？ 那到底什么是忠心？问题是儒家的忠心跟圣经的忠心不一样。圣经里面讲的忠心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是忠心，英文叫 faithful， 希腊文叫 pistos。faithful 它有一个根源，它的字根是 faith， 一样。希腊文的 pistos 它有一个字根，都同样一个字根，它的字根就是信心。faithful。是从 faith 来，你很忠心，可是你要有信心，信心带出来结果就是我们所谓尽心竭力。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忠心是从信心出发出来的，是对神的信靠，有 faith 有信心才会有忠心。 No faith no faithful， 没有信心就没有忠心。中文的翻译说，摩西在上帝的家中全然尽忠。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摩西在上帝的家是一个大有信心、全然信靠上帝的人，更准确。我们中文在谈到忠心的时候，我们想到忠心都是那个很殷勤、很卖力、很辛苦的去做。但是事实上，真正的忠心是起于信心，是对上帝的信赖。是上帝是信实的，他能够信得过那位信实的上帝，他就开始尽心竭力。我年轻的时候想到摩西啊，我就想这是神人，跟我非我族类不一样的人，他是特异功能的，他是超人，他是跟我不一样。可是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看摩西还是神人，不过那神的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我现在看摩西就跟我一样，跟你一样，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你软弱他也会软弱，你生气他也会发脾气，你要辞职，小组长他也曾经跟上帝提辞职信，不干了，这荆棘太难搞了。都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有软弱跟我们一模一样，可是他有个特质，他是神人。神在哪里？他信靠那位信实的神，他信得过那位信实的神，他懂得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信靠他。到底摩西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摩西是荆棘，他服侍荆棘，罪人要服侍罪人是 mission impossible， 可是这个荆棘他是为来信靠上帝的。我们看摩西的信心怎么看第三段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很重要的一备，请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能看见的主。摩西有信心，他对上帝信靠，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是一般人没有知道做不到的，是他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他信靠那一般人都看不见的主，他看见了，他信靠他，来投靠他，来求告他，因为他知道他自己非常软弱。摩西的信心跟你的信心是一模一样。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一定知道自己是荆棘，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是无力的，自己无能，但是相信上帝能，并且求上帝帮助。什么是信心？我不能，
主能，求主帮助我，这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是自信心之至，真正的信心不是我觉得我自己有多厉害。摩西不觉得自己很厉害，跟你我一样。但是摩西知道一点，就是上帝很厉害，他来依靠上帝的厉害，这就是摩西的厉害。听得懂吗？摩西的厉害厉害哪里？他知道他自己不厉害，他知道上帝很厉害，他来依靠上帝的厉害，这就是摩西的厉害。他是神人，神在这里啊，不是他有特异功能。他神，神在哪里？他相信那位厉害的主，他就变得很厉害。主在那里面帮助他，因为他用信心去支取上帝的恩典、权柄、能力，他才可能尽心竭力的做下去。信心跟恩典基本上是叫做双胞胎，听我讲过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也因着，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怎么样自夸。你所有好东西都是从上帝来的，你信靠他，他继续把好东西赐给你，这叫恩典。恩典哪里有恩典，哪里有信心，哪里有信心，哪里有真正的恩典。摩西最了不起的是什么？他知道自己不行，但他知道主行，所以他来依靠上帝，他来依靠他，投靠他，支取他的恩典，支取他的能力。他从上帝那边支取到恩典了，所以他能够在上帝的全家里面尽忠到底，服侍到底。所以你看，当摩西领受到焚而不毁的荆棘这个意象之后，请问他马上哇好我就走了，他得到意象，得到使命，得到先知眼就走，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他说上帝啊，不要开玩笑，不要，我怎么可能去啊？人家都不听我的，以色列人不听我的，埃及人也不会听我的，我干嘛要去？所以上帝跟他讲说，我要与你同在，你不是一个人去，上帝要我们去工作，他一定给我们本钱去经营的，他不是让我们去打糊涂仗，他要我们做，他给我们命令，他也给我们应许，给我们应许。所以上帝就告诉我去把你的杖丢在地上，就变成一条蛇，他去抓那条蛇的尾巴，这不由又变成一条杖。上帝让他能够拿起上帝给他的杖，那代表权柄，代表能力，代表神迹。第一个神迹他们不信，我再给你第二个神迹，把你的手放在怀里面，再揣出来长大麻风，再换回去，再拿出来又变成好的，像婴儿肉一样干净。两个神迹其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是我与你同在，免惊，不要害怕，我的恩典够你用，不要害怕。所以摩西他能够举起上帝的杖，是举取上帝的同在。神迹其实一直跟随着他，因为他知道怎么样信靠主。摩西最害的厉害的只有一招，你去看他的生平，你去看民数记都一样，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问题多到不行，60万男丁再加上妇女儿童上百万的人要他来带，多么的困难。我在年轻的时候带150个人的村令，福音村令会，我就累得不得了，佩服摩西，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多的问题，上百万人怎么办？可是你发现摩西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只有一招，只有一招，他的那招是什么？扑倒在地，俯伏在地，耶和华救我。他只有这一招，叫做祷告，俯伏在地。他很会在上帝面前祷告，大事小事都来到神面前。建立会幕，那自己就建立一个会幕，天天跟主相遇。所以摩西厉害是什么？他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希伯来书11章24节告诉我们，他看见的那看不见的主是他的信心。他信靠主，他看见那看不见的，并且支取看见那看不见主的恩典跟力量。所以摩西他是有意向，他是有使命，他是有任务，但是他有信心，他会信靠可以支取上帝的恩典，让他成为至死忠心的人，他可以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跟托付。那请问今天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清楚的使命跟意向？回答我，有没有清楚？不清楚？我发现很多人不清楚，
你能不能完成神给你使命跟意向？更少人了。很多人说我又不像摩西，摩西看到火烧的荆棘那么清楚啊，我都看不清楚。我每次问说你的意向是什么，你的意向是什么，答不出来，很多人答不出来。清楚的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大使命够不够清楚？自己做门徒并且带领万民做主的门徒，请问这个清楚不清楚？比那火烧荆棘还清楚啦。可是我们都说不清楚，不清楚，很奇怪。请问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完成？人家摩西有杖，我们都没有杖啊！人家这个神迹来神迹去，我们怎么都看不见？我告诉你，你看得比摩西更清楚，而且你的能力权柄比摩西更大，只是问题你会不会用。耶稣在大使命里面怎么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没有？耶稣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他把权柄能力都给你，而且你随时可以使用。你怎么能够说不清楚？因为有很多人说我祷告祷告， 我发现我的家人要信主都不信主，我的孩子要改变都不能够改变，我的太太我的先生麻烦的要命，真的像荆棘一样一天到晚刺我。不信就是不信，心里刚硬。哎，你有没有讲过这样类似的话？他们根本很难，那我怎么改变他？不可能不可能。上帝啊，为什么做那么久的基督徒，我都不能够影响我的家人，不想影响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你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都没有。上帝啊，你在哪里？我们心里面呐喊说，上帝啊，为什么我不能够改变他？上帝啊，到底你 care 不 care 我？你到底有没有与我同在？我告诉你，你比摩西会更清楚。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他儿子耶稣赐给你了，在他里面，你知道上帝是与你同在的。摩西只是看一次荆棘，可是你可以天天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为你我的罪把荆棘冠冕戴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那告诉我们说，上帝真的在 care 我们，他担当你我们的罪。上帝真的真的顾念到你，顾念到我，他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叫做以马内利的主。够不够清楚？你的能力在哪里？你的能力在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只是你不常使用。摩西有杖很麻烦的，第三档的时候忘记戴眼镜了，找老花眼镜找不到。有时候忘记戴杖怎么办？你不需要戴杖，你随时都可以奉耶稣名来到上帝面前。请问你比摩西还厉害是不是？都不讲话了。你到底有没有使用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的权柄？关键在这里，耶稣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奉耶稣名祷告，不是说你在那喃喃自语，而是说你按照他的心意，认识他的心意，用他的话语来祷告。这是奉耶稣名祷告，不是用你的名祷告，是用耶稣的名，用耶稣的话，用耶稣的信实，用他的心意来向上帝祷告。当然神一定听嘛，神一定听嘛。我发现我们很多人为家人祷告没有信心，那我在这方面特别有信心。为什么？四十多年前当我跟杨师母交往的时候，我就开始为圣灵教导我要为两个家人祷告。我家里面有六个兄弟姐妹，他家有十个兄弟姐妹，我天天为我们家人祷告，两方面的父母天天祷告。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呢，就已经开始祷告了。那我为两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祷告，你知道吗？四十年过去的，我们家六个孩子，他们家四个孩子全部都信耶稣受洗了。我的六姐的大姐夫，我为他祷告了十九年，他信耶稣。郭三姐夫，我为他祷告二十几年，信耶稣，是每个礼拜都这样祷告的。那我发现，神真的是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他要我们面对属灵征战，抢救灵魂市场，只要我们好祷告，一定可以看到结果的。所以我很喜欢为一些人的家人祷告，特别是我的负担。我常常到一个剧院里面去，我一定要让他们。通常到一个地方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一定要他们天天为主任牧师祷告，第二个要他们天天为他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我通常会问他说，请问你们当你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们最关心担心的是什么？大概一面倒的都说他们担心他们家人还没有信耶稣进不了天国。那我再问在第二个问题，请问你天天为你家人祷告的举手，全部都放下来了，几乎
很少人做到这样子。所以有一次我到嘉义去，我就挑战他们说，你们真的要家人都信耶稣，你真的爱你们家，你真的信得过，其实是信不过上帝了。我要他们好好祷告。三个月以后我再回到嘉义里面去，有个姊妹就举手说，杨牧师啊，我的爸爸还是妈妈就信主了，很多年前。哇，耶稣把恩惠要给我们，可是他来看我们，我们当中有信心的人在哪里？我们有知识，可是我们没有行动，这不叫做真信心。刚刚查考过雅各书是吗？今天我挑战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天天要为你的家人祷告，特别为他们灵魂祷告，叫显出活的信心。不是神没有给你权柄，神已经把权柄给你，你没有使用而已。奉耶稣基督的祷告，让你经验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让你成为一个有信靠他、有信心，并且能够忠心到底的人，你才能够完成神给你的托付跟使命、大使命。因为改变人根本基本上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是上帝能够做的。过去十年我们教会努力的在推动职场宣教，我今天最大的负担，宣教最大的负担是职场宣教，职场宣教。那有一个姊妹过去五年从学校毕业以后，她到一个小学去教书做特教的老师，她去的时候她是想说，我好好 做特教老师，我好好把专业做好，那我还是要用什么方式来不找别人，就是不会让人家发现，因为不能够在学校里面，不可能够随便讲耶稣讲圣经嘛，能够 把神的话带出去。他发现他碰了好几个困难，很多的困难，后来神与他同在，他设立祷告祭坛，就看到神迹一个一个接着来。他从二年级带到六年级特殊教育班的孩子，他只带九个，把他们带毕业，你知道吗？毕业以后这些孩子们还是想来找他。到哪里找？到真理堂来找。为什么到真理堂来找？在学校不一定找得到，在真理堂可以找到。因为在他服侍的后面几年，他每一年都把所有特教班的孩子跟老师全部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过圣诞节，为他们举行一个圣诞的庆典。在圣诞节之前上百个老师的孩子在我们当中，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泡这个信仰改变。甚至有些特殊孩子的爸爸妈妈妈妈们就来到我们的喜乐园，信仰都跟我们不一样的，好想来看我们喜乐园。我们喜乐园是照顾特殊儿的，甚至让特殊孩子这些老师让我们喜乐园的特殊儿们为这位妈妈祷告。最近我听到最新的见证，一祷告那个妈妈就哭，因为特殊他们讲很简单的话，祝福她身心灵健康，要夫妻要彼此相爱。我一讲出来之后她就哭了，因为他们婚姻正面对很大的困难。这叫做神在婴孩口中建立的能力。先知预言从小朋友这样出来，感动啊，感动啊。然后去年九月份以后，他被调到融合教育班做特任的老师，特别的老师，他已经特教班。那二年级重新给他二年级，所谓叫融合教育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一般班的学生、普通班的学生跟特教生混合在一起去带，让彼此有一些学习跟刺激。九个班被教到他手中，三百个孩子。神从九一直扩张到三百，而且随便他怎么样来教导，不是随便的，教育部不会管，也不能管，教育局不能管，也不会管，学校也没有办法，是有科任的老师亲自设计教材给他们。哇，他等于是在里面可以做牧师了，因为自动编教材嘛。他祷告祷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出来了。他就一个学期教他们爱的真谛，完全不用圣经，不讲，不要把耶稣名提出来，但是就是根本在讲耶稣，讲圣经的价值观，唱爱的真谛。本来他很担心，他说这些孩子像什么
不只是荆棘，荆棘看得到就那么固定的，他们像刺猬一样，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刺猬？随时刺你都不晓得，有些时候刺隐藏起来好像跟你很好，用软软肚子喷你，有时候怎么就张牙舞爪起来就伤你啊，好难哦。而且是普通生跟特教生在一起会打架的，会吵架的。还有他进入到这个新的部门里面去的时候，老师们也 competition 了，任何行业都是这样子，他一个头三个大，要面对这么多复杂人。我就问他，他怎么走过来的？这些小朋友很乖啊，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他们就非常安静，而且唱诗歌背诗歌，甚至一个一个到老师面前来请老师为他们祝福祷告。神的国降临啊！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五年最大的改变关键在哪里？职场宣教最关键的是在哪里？他说不要用蛮力，要奉耶稣的名祷告，然后最重要是设立祷告祭坛，用主导文祷告，用神的话语来祷告。那最近这几个月我就是每天都泼经文给他，泼经文给他，神给我启示感动，就特别给职场的宣教师一些经文，他早上收到下午就马上用出来，而且非常有用，立竿见影。他对神的话敬畏有加，神的话是那么的有能力。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奉主的名祷告，行使上帝给他的权柄跟能力。今天我们要做宣教，今天我们完成大使命，关键在哪里？关键我们要清楚使命意向。那第二个，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关键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祷告生活要突破，你要完成神的使命意向，最重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要完成你一生的意向跟使命吗？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天天你要能够完成一年神给你意向，那叫做命名。很多人命名都觉得是失败，因为他不早知道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知道不知道每一天如果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你要奉主的名祷告，然后最有效的，这位老师告诉我，最有效的是在学校里面用主导文祷告，用上帝的话语祷告，这最棒的做法。他把神的同在带进去， Transformation 就在学校里面开始发生了。今天我们很渴望成为职场的宣教师，要学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这是关键。那就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样会成为一个会随时随地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的人呢？我就想我自己，五十年前，我喜欢读经，我喜欢读书，可是我觉得祷告有一点讲不出来，有效吗？会不会太浪费时间？做事情比较快一点，好一点。后来我发现祷告的重要性，我不会祷告，我就开始学习祷告。在做大学的时候，我跟一些会祷告的人在一起祷告，这是关键。你跟会祷告的人在一起当祷告的话，你的祷告会进步。我读一些会祷告人所写的书，每一个月读一本，我发现我的祷告在进步，在进步，在进步。那这个人影响我的祷告很厉害，基本上也影响我的信心。这个人叫做赵庸基牧师，有没有读过他的书？叫做《祷告复兴之钥》。我读赵牧师任何书，我听他讲到，我发现我最被提醒的、最被更新的，就是我的祷告生活。赵牧师是一个祷告人，当我重新读这本书，他最后结论的时候，他讲到一个见证，他基本上祷告是他的 lifestyle， 他随时随地都在祷告。有一天圣灵感动他祷告，圣灵说要禁食，那不是禁食祷告的时候，他就禁食，晚上禁食，第二天早上禁食，中午禁食，晚上禁食，那一天他满满的都有带聚会，他体力有一点支撑不住，可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因为我发现他真的在实践他所传讲，因为有人问他说，你怎么可能带你那么大的教会？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每个月有10000多人进入到他的教会，加入他的教会，复兴一直临到他们。他说最重要是祷告，团体的祷告，每天成根的祷告，他们到处都是祷告。然后关键是这个东西，关键是这个东西。所以有一天他，人家问他说，你怎么能够建立这个教会？他说第一个他祷告，第二个他听主的声音，第三个他去实行。他说侍奉就那么简单，我年轻的时候觉得真的很简单，可是做起来不容易，就凡事先祷告再工作，这一点不容易，他做到了。他说他那一天就是这样子，他在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时候，到了
那天晚上说突然发现第二天早上有一对夫妻要来找他，那天夫妻还早上就哭着说，那前一天哦，他的女儿眼睛哦就开始看不见了，吃饭的时候看不到刀叉，然后穿鞋穿袜看不见，他赶快送他到医院，医生说他的中枢神经受损哦，影响到视神经，并且下半身哦都可能瘫痪，很严重。赵牧师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知道为什么他进食祷告，圣灵感动他祷告，他已经预备好的，所以他到医院里面去为他祷告。不久他就全然的康复，医生吓坏了，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出现？因为他祷告，他听主的声音，他照着主的话去做，这就是赵牧师他侍奉的秘诀，就是那么简单。今天我们很喜欢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喜欢有这个计划那个计划，当然都很重要，可是我们就是不祷告。我们应该先跟神开同工会，可是我们很喜欢开会开会开会，可是我们就不喜欢跟上帝开同工会。我们先祷告，听主的声音再侍奉，好不好？这是他的秘诀，这是他的秘诀。但是注意哦，怎么样能够做到时时刻刻都这样做？有一个关键，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做最重要的事情。请问你要完成上帝的使命意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去做的是什么？他讲的很简单，就是 QT 啦， Quiet Time， 灵修时间。赵牧师每天至少祷告三个钟头以上，早上下午晚上，他有很长时间在神面前等候主，听主的声音，这是关键，这是关键。所以他非常看重他的灵修时间，在灵修的时间之后不准任何人打搅。我最喜欢讲的他的见证之一是这样子，有一天早上的时候，赵永基牧师的师母接到总统府总统打电话的电话要找他，可是赵师母跟他讲说，赵牧师现在正在灵修祷告，他不接电话。这个话传到总统府以后，总统府人说，这个赵老大真的是不肯接总统府的电话，不肯接总统的电话，他真的是太骄傲自大了吧。可是赵永基牧师听到总统府传出这样的话来说，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他说，当天上的君王在讲话的时候，地上的君王要闭口。哇，他真的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他把他看作最大的。当天上君王讲话的时候，地上的人全部都要闭口。这是赵永基牧师的信心，以及他忠心服侍五十年以上，他有这样的成果。像摩西一样，像保罗一样，像今天很多被神使用的人一样， QT 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做什么计划好不好，你要为你的祷告做一个计划，为你的祷告生活祷告。当我们祷告得到更新，奉主名祷告更新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生的使命意向，神给我们一年的命名，神给我们每天的托付都可以达成，我们才可能在神面前做一个在上帝全家忠心到底的好仆人跟好使女。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唯愿你的百姓听得懂听得入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愿主你打开我们年轻人的心，让我们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诚实的灵，愿意来寻求你的面。求主把新鲜活泼的信心赏赐下来，让我们喜欢来投靠你依靠你，让我们的祷告生活能够得到大大的更新，特别从每天的灵修生活开始。愿亲爱主你赏赐下来，愿圣灵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好叫你给我们的托付使命下都能够在主的恩典之下完成。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